被放走。第三稿方案已经给您发过去了，您注意查收一下。不太行，辛苦你把关联的企业的名字加进去，方便咱们以后看。好，我知道了，不辛苦都是应该的。好，方总再见。累了吧，李总，您怎么来了？妈妈好些了吗？哎，已经好多了。您不是出国了吗？回来了，在上海转机，顺道来看看你。这好像不顺道吧？对于一个深夜到访的朋友，我觉得不刨根问底是比较好的。李总，那个商业保险是不是？我让上海的同事帮忙交的手术费。您怎么知道我妈在这个医院？也知道她不愿意。在意一个人呢，你想知道他的消息，总还是有办法的。谢谢。哎，李总，那个手术费多少钱？我转不急的，不急的，你方便的时候转给我。那您记得把卡号报。这么晚了还加班，哎，真敬业。敬业的是方总，我们已经改了第三稿方案了。我帮你看看这方案吧，你休息一会儿，我顺便倒倒时差。没事儿，那太麻烦我您比了。你了解方舟，我可以让这个方案一稿。这真没关系。谢谢李总。这不改得很好吗？吹毛求疵啊！好久没用这个模板了，但上了手的话，还是很快。等待好消息吧。谢谢您，真麻烦您了。肚子有点饿了，这附近有什么吃饭的地儿吗？我补充一下能量。哎呦，外面有一个馄饨摊儿。那就吃馄饨。可以。不好意思，一会儿。哎，方总。喂，木匠，数据最后的小数点呢？不好意思，我看一下啊。方总，那个小数点可能是让我给漏掉了。你大学是在哪儿学的？犯这么低级的错误，失之毫厘，谬以千里，这个道理你懂不懂啊？还用我教你？不好意思，方总，我现在改。不用改了，我已经帮你改了。幸亏是我审，如果要是李总，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谢谢方总。方总再见。抱歉啊，我马虎了，害得你大半夜的被方舟骂。没事儿，已经很麻烦您了。我把电脑放进去。就这儿。老板，来一碗小馄饨。哎，好的。您吃什么？哎，好嘞。跟你一样。那就两碗。两碗馄饨。好嘞，两碗。这家馄饨摊有好多年了，我小时候来这儿看病，每次看完病都来这儿吃一碗馄饨。之前是8毛钱一碗，现在都5块钱一碗了。你看啊，小的时候呢，是你生病了，妈妈照顾你；现在呢，是妈妈生病了，你照顾她。证明您长大了。真是有点阴了，南方啊。是，南方的冷就是感觉刺到骨头里的。
两位，馄饨好了，慢点吃。姐，谢谢。尝尝吧。怎么样？好吃啊，好吃。是不是有一种妈妈煲的味道？还真有点。不过我母亲已经过世了。对不起。人都有那一天。我妈走的时候呢，我就一直守在她身边。她就嘱咐我，说你少喝酒，少熬夜，晚点来找我。可是您又熬夜了。又熬夜了。我说因为我来看你。您住的地方定了吗？我不在这儿住，明天北京呢，早上我还有会，赶早班机飞过去。还回北京啊？吃的差不多了，回去。李总，有话说。谢谢您。好好照顾母亲啊。再见。再见。师傅，等我一下。您是落东西了吗？落了几句话。那您坐。姨母家，你很聪明，应该知道这么晚我特地过来看你是代表什么。但我要先声明一下，首先呢，我离婚了，目前处于单身状态。其次呢，离婚之后我确实是找过女朋友，但是都好聚好散。我活了40多岁，我看过很多，亲身也经历很多。其实我早就明白很多事情要随缘，可唯独你，我很努力地尝试着去抗拒，但我却放不下。李总，林佳，那天你是知道我是在楼道里面对吗？所以才唱了首歌给我听。那天其实是投资方的代表来给我施压，告诉我说如果再不开工的话，他们要撤资了。可是如果开工的话，就意味着我跟莫大海的博弈呢，两败俱伤。我输了理想，莫大海输了时间。而撤资呢，那就意味着满盘皆输，黎明大厦就会变成一栋烂尾楼。这么严重吗？对，在这件事情上就是这么严重。你知道那天我为什么会在楼梯间吗？因为我发觉我站在窗前的时候，我有非常强烈的不安，我想躲起来，我害怕了，所以我把自己关在一个密闭空间，至暗时刻。是你的歌声给了我巨大的抚慰。我那天听见您在叹气，我就想让您放松一点。你做到了。你手机微弱的灯光呢，就像是给黑暗捅了一个窟窿，露出了光。至于叫半零落，光总是在黑暗的另一面，对吗？所以我放不下你。明里暗里，你拒绝了我很多次。你天生傲骨，我很欣赏你这一点。再有就是，每次我看到你笑的时候，觉得特别有感染力。
觉得很温暖。其实人是需要被抚慰的。你看啊，你只是随便的就那么变了一个魔术，三次那个币全都是正面。我知道这是套路，可我当时看得很高兴，我享受其中。而且这三次都是正面，其实给我心里边非常非常强烈的心理暗示，让我有足够的胆量可以在这种糟糕的状况下去国外去找新的投资人，看有没有可能大家再合作。李总，我听我把话说完了。我知道你可以找到很多很多的理由说服你自己不要跟我在一起，但我想这其中最重要的一点，或许是你会顾虑我们真在一起了最后没有结果，那是不是很不值，浪费了很多的时间。可你要想一想，我的时间也是不可逆的。对于一个四十不惑的男人来说，我的时间成本，它的宝贵并不亚于你的青春。所以林木家，拜托你考虑我。